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请掀开《圣学根之根》第一册《弟子规》，从23页的第二行开始看起。物畏难，勿侵略。上一节课我们学习到这一句的经文，这一句经文是教导我们不要畏苦怕难。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障碍的时候啊，那么往往啊内心会产生犹豫，我们的行动呢也会随之而退缩，那么这些困难呢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克服。勿侵略呢是说啊，我们不能够特别草率的敷衍了事。那么关于这个勿畏难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啊，他在美国，因为这个孩子呢只有11岁，当时呢他在玩足球的时候啊，刚好就把别人的玻璃给打碎了。要赔偿这块玻璃，需要支付12.5块美金。那么当时的12.5块美金呢，是可以买125只可以生蛋的母鸡。那换句话说呢，这笔钱的数字啊是不小的。这个孩子的父亲就跟他说呢，说因为这片玻璃呢是被你打足球的时候啊给打碎的，所以这个责任需要由你啊来承担，你要自己去赚钱来偿还这笔债务。在国外确实有些父母啊，他们从小就培养孩子这种独立自主的一种习惯，而不是说孩子犯了错误啊都是由父母亲来替他收拾残局。结果这个11岁的孩子呢，因为父亲的这种严格的管教，他也只好乖乖的去承担起赔偿的责任。所以他就开始去打工，一点一点的呢把钱还给父亲。那么后来这个小男孩长大了之后啊，他就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人，也就是美国的前总统雷根。当一个父母亲，他有这个敏感度，去教导孩子，从小啊，就要学会磨练，学会去承担责任，并且呢，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真正有责任心，并且呢，增长他做事的能力。因此啊，培养小孩，培养孩子，一定啊，让他从小能够吃苦，能够勇于去承担责任。要用理智，而不能够用感情和溺爱，这是非常重要的。
勿畏难，这是说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有承担的勇气，有知过改过，克服困难啊，认识错误，积极的去改正的这种勇气，对孩子人格的成长啊，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像昨天我们看到孝敬幼稚园的小朋友啊，他们每天回到家里的时候都要完成他们的作业。那么这个作业啊，并不是说啊是拿着课本来读书写字的这种作业，而是什么呢？小孙子小孙女每天回家要给奶奶捶背，要给爸爸按脚，要给妈妈做饭，而且呢有些小男孩小女孩自己呢还要把自己的衣服啊都能够洗干净，把袜子啊都要叠整齐。那么像这些作业啊，真正啊都是有益于这些孩子身心的成长的。当他从小就懂得去付出，懂得去习劳，我们说习劳之感恩呐、啊，他诚敬之心、孝敬之心，就是在这种习劳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培养起来。像这些小男孩、小女孩，还可以穿针引线去缝补衣服。那么小小的个头，在厨房里做家事、煮饭、烧菜，确实都还能够端出一桌的好菜啊，来供养他的爸爸妈妈。所以看到这些小朋友呢，大家都觉得很赞叹，很欢喜。那么师父上人也特别谈到说啊，像我们中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呢，也要给外国人来看一看呢、啊，让他知道说孩子从小啊不是在溺爱当中长大的，而是从小呢就要学会习劳，学会感恩。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勿畏难，想起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我们内心呢就要真正能够生发起承担责任的心态。所谓责任的承担，这是什么呀？这是成长的开始。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自己的一生，在什么时期我们的意志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我们的德行学问能够得到很快的进步呢？其实往往啊，都是我们在挑战当中，在许多逆境恶缘当中啊，去磨练自己的意志，并且呢，真正的有所成长。对于这些逆境恶缘也好，内心当中都要能够真正的升起一种感恩的心。这是勿畏难。下面说勿轻略，这个轻呢是轻视的意思，略则是忽略。那么当我们对于某些事情都是非常草率敷衍，应付了事，那么这是表示呢，我们内心呢，已经失去了一种恭敬的心，已经失去了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往往啊，我们在有一些事情当中，特别容易忽略，要能够谦虚恭敬的态度。比如说呢，当我们要送给别人东西的时候，要布施供养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
体会到自己的态度究竟是非常的恭敬，还是呢存有一种傲慢的心态呢？例如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位长辈，这位长辈呢一生啊都非常的乐善好施，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那么我们就有观察到，比如说每次他拿着东西，拿着钱财要去供养的时候啊，他的态度啊都是非常的谦虚，他会给对方鞠躬表示感谢，就是感谢对方呢给他这个机会啊做这些好事。这是启发我们，即使我们在做这个布施供养，即使我们在做这些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态度也要能够非常的谦虚恭敬，而不能够傲慢。比如说我们在古时候就听过嗟来之食的故事，当时呢就是有一个人看到一个非常饥饿的穷人，他拿着食物要给他吃的时候，就随口跟他说呀：“嗟来食。”这个态度呢就很不恭敬，让他来吃。结果这个饥饿的人呢，他很有志气，所以他不肯吃这种嗟来之食。你虽然是给我饭吃，但是你这种态度啊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人呢。最后这个人呢，他是宁可饿死了他也不肯吃。当我们观察到说自己的态度会影响到别人的一种感受的时候啊，今天即使我们去布施穷人，我们去施舍一些物品给需要的人的时候呢，也不能忘失自己的一种恭敬的心，谨慎的心。因为其实我们内心要怀着感恩之心来感谢对方给我们种福田的机会，给我们积功累德的机会。像我们现在是学习圣学根之根，那么我们是讲解课程的老师，而我们的态度呢也要保持一种非常的谦虚非常的恭敬的态度。即使我们是做财布施也好，法布施也好，都不忘记守好自己的这一颗真诚恭敬谦卑的心，否则的话我们态度特别傲慢了，本身做一个老师我们的身教呢就没有达标啊。所以师父之前经常的提醒我们，坐在台上的是学生，在台下的都是老师来听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要有这样的态度。那么这个物轻略啊，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方面在在处处啊都能够去落实这个物轻略的原则。就比如说我们在接待朋友接待啊长辈的时候，那么也是要注意物轻略的弟子规所阐述的原则。为什么呢？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呢，刚好有长辈啊到我们家里来做客，因为我们学习了弟子规，在课堂上学的就要在生活当中落实。那么当长辈还没到的时候啊，有一些接待方面的细节就要能够想到做到。比如说我们就跟父母先沟通，长辈呢是到我们家里来做客，所以呢事先跟父母亲沟通啊，
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洗手间呢都要打扫干净。打扫干净之后呢，因为也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嘉宾嘛，又是长辈，我们就想到提前呢要放好干净的毛巾、牙刷、牙膏这些日常的用品啊，都要准备好。那么再来呢，要穿的拖鞋，还有比如说在洗手间当中啊，想到这长辈啊很辛苦，一年到头在外面教学，终于有个机会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们也准备好那个泡脚桶，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呢泡泡脚，再来休息，再来睡觉，这个觉就能睡得很安稳。凡是这些呢，我们都要提前设想好。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啊。再来呢，因为这个长辈的肠胃不是特别好，就特别啊跟父母亲沟通啊，说呢我们早餐还是稍微熬一点小米稀饭，这样呢他肠胃啊吸收啊就会比较好，也比较暖。那么三餐饭要吃什么，这些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提前呢、都做好规划。总之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处处都能够啊为长辈、为客人来设想，让他回到这个地方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对待长辈、对待朋友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而我们这一点点的谨慎的付出呢，也都会让这些长辈朋友内心感到非常的温暖了。毕竟是常年出国在外，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够回到故乡啊，好好休息一下。我们也希望啊，哪怕是一天两天的时间，都让他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这是我们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能够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尽心尽力的付出和关怀，这是勿轻略。那么包括呢，像小朋友在做家事的时候，也是呢，要注意这些细节的地方。那么比如，我记得有一年，那时候呢，还是十多年前呢，我们去澳洲的时候，那么刚好啊，那一段时间呢，我们年轻人都要学习煮饭呐、收拾房间呐，这些家事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要认真的去学习。刚好当时啊，有一个庄园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学习打扫，结果我们认认真真的打扫了一个星期之后啊，就有长辈呢再回来验收，看看我们这个庄园整理的怎么样。因为长辈他们生活经验特别足，而且呢他们对于这些房间的干净度啊要求也特别严格，所以虽然我们一群年轻人在那打扫了一个星期啊，最后长辈回来的时候再看看厨房、看看厕所，还是能够找出很多的问题。这个都是勿轻略，也就是说我们在打扫房间的时候，除了这些表面上的东西要把它清干净，有些棱棱角角的地方很脏啊，也都要能够顾及到。当一个孩子他能够养成勿轻略的生活习惯呢，他做事情啊就会很有章法，很有分寸，有头有脚啊。
那么我们有在这个洗脑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也是培养自己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有一种恭敬而谨慎的态度。物侵略它跟我们生活上很多方面，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啊，都是会有关联的。比如说呢，我们出国在外啊，这也是师父上人用身教啊来教导我们。有时候我们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那么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呢，一定要打个电话，或者呢要发个简讯来跟对方去报平安，说我们现在啊已经平安的抵达了什么什么地方，一切呢都非常的顺利，请您放心。同时啊，我们也感恩这段时间呢，您对于我们的关怀和照顾，希望呢下次有机会啊还能够啊再回到这里。那么总之呢，我们在电话中或者在简讯当中也都能够啊用这些非常温暖的感恩的语言去表达我们内心对于接待我们的主人对他们的感恩。虽然我现在离开了这个国家或者地区，那么有新的课程啊或者是工作需要到别的国家去开展，但是呢我到达的时候，到了机场或者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啊，一定要想到啊对方一定会挂念说，哎，你们有没有平安到达呀，啊，你们路上的情况如何啊，现在啊有没有好好先休息啊等等，他一定还是会关心牵挂。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到达了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一定啊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减少对方的担心，去为对方着想。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父母亲啊在外面做生意啊，有的时候呢不是在同一个城市里面，那所以我们晚上呢回到家的时候啊，都要给母亲打个电话，跟母亲说呢我们已经平安的回来了，那么已经开始准备呢要用晚餐了。那么这通电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啊非常的放心。所以这个物侵略其实啊都是表示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着想。关于物侵略呢也可以体现在啊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一种态度上，包括我们的学习，一个人的学问技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能够有所成就，也是从物侵略当中去落实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啊，叫做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啊这些细节。从古到今呢，凡是学习这些学问才艺有所成就的人，他们都是特别的重视细节的。如果我们只是重视比较粗略的大的部分，但是对细节却是非常忽视的话呢，那么往往我们做一件事情也很难做到精益求精。在《道德丛书》当中啊，就有记载着一个真实的例子。在意大利有一个啊非常有名的一个雕塑家，一个建筑家，他叫安志洛。就有一天呢，安志洛的家里啊就来了一个客人来访问他，
就看到安日洛呢正在啊雕塑一座石像，这个石像呢已经雕刻完成了。大家冷眼一看，哎，觉得这个雕像做得很不错，这么辛苦终于完工了。可是过了几天呢，客人又来了，就发现安日洛呢还在那里继续的在雕刻这个石像。客人就觉得很惊讶，他说，我前几天来的时候你不是已经雕好了吗？怎么过了几天我看到您还是继续在雕刻石像呢？结果安日洛就指着这个石像啊跟客人说啊，他说，我从前所做的只是切琢的功夫，就是比较粗的这种工，那么我今天所做的现在所做的是搓磨之功。我们说如切如搓，如琢如磨啊。最开始把这个雕像大略的一个形体雕塑出来之后，它还有很多细部的部分需要再去进一步的去把它完善。那么它现在开始不断的去搓磨啊，搓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这个石像啊雕刻出来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它整个这个雕像的机体啊是特别柔和的，而且又很有力量，而且整个像，比如说人像，它的整个神韵啊全都能够表达出来，能够雕刻出来，这样的才达到啊让我感觉到满意的程度。所以如果大家呢有去参观过像那个杜莎夫人蜡像馆，蜡像馆里面的这些蜡像啊，那真的是雕得栩栩如生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本人站在旁边啊，我们可能都认不出哪一个是真人，哪一个是蜡像，就是他做得太像了，就脸上的每一个细节啊，每一个眉毛，每一个皱纹都雕得栩栩如生，清清楚楚的。所以一个事情啊你要做好，其实呢都是在这个细节当中见功夫，在细节当中见成败。于是客人看到这位雕塑家啊这么用心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啊，这客人就觉得，您这样说也是有道理，可是你做这些功夫未免太琐碎了吧。那么安日洛就回答他说啊，这个事情虽然很琐碎呢，可是啊功则微妙啊，在细部再去继续雕琢的功夫啊其实是很微妙的。功既微妙，是非琐碎，既然我这个功夫是很微妙的，那么我所做的这个事情也就不琐碎了。世俗的艺术家在追求他艺术方面的造诣和成就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精益求精的。那么同样像我们在学习圣学根之根，学习儒释道的圣贤教育，我们也要有这种态度。比如说认的每个字它的读音解释，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敷衍了事，那么这个呢就是对自己啊不负责任的表现。同样呢还有一位法国的画家叫宝森，那么朋友啊有一天呢就跟他在聊天，他就询问他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样的一种诀窍啊你真正怎么样能够把你的画作啊画得这么好。这个时候宝森就说啊，最重要的是呢，我为不轻乎世之小者。那换句话说啊，他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对于许多的细节小的方面的雕琢去下的功夫啊，他一点都不敢忽略。所以一生呢得小事之力
无他能也。也就是说，他在画的过程不但是重视大的格局，也重视小的细节。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位艺术家他们一生的创作，就可以体会到啊，在艺术的修养上要精益求精，都要这么重视细节，这么重视雕琢切磋琢磨的功夫。那么何况呢，我们现在所学的啊，是儒释道的圣贤教育，就更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了。在这里呢，我们 PPT 上给大家分享的呢，是2018年7月我们到罗浮宫去参观的时候，在罗浮宫当中啊，就欣赏到两幅非常珍贵的油画。其中有一幅呢，是达芬奇的《岩间圣母》。我们看这幅画，因为它太珍贵了，这都是好几百年前著名的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流传到现在，它是属于宗教画。那我们看这个画啊，经过几百年之后，我们在看到它的真迹的时候，感觉它画出来的圣母啊，还有圣子、耶稣啊，看起来都是栩栩如生，就仿佛呢，这画里的人呐，能够从这画中走出来一样。所以这个古画啊，当我们站在宗教画的面前，内心是特别的感动。就是一个艺术家，他能够把他对于宗教的一种理解，把对于宗教教义的一种精神呢，非常准确的、非常细致入微的表达在他的画作当中。所以让我们现在一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内心呢，对于宗教神圣的教诲啊，油然升起一种恭敬心。所以这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匠心独到之处啊，他的人格的修养以及他的艺术的造诣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他才能够呢，把宗教画作当中比如说圣母的那种慈爱，还有圣婴的那种纯净无邪的神圣的一种感觉啊，在他的笔触当中啊，非常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我们当时非常幸运啊，那么虽然在整个画廊当中宗教的画作很多，但是这个岩间圣母啊，它确实是特别特别珍贵的一幅画作，一幅真迹。这是当时我们用手机拍下来的原图。那么另外一幅也是非常有名的，是拉斐尔的油画，叫《花园中的圣母》。这幅画刚好就摆在啊，要进入蒙娜丽莎的大厅的墙上。看完这幅圣母呢，再走进去就是著名的《最后的晚餐》以及蒙娜丽莎画作。所以我们看到，好，为什么几百年前的这些画作呀，让人一看起圣母的像，还有圣婴的像啊，内心就会升起一种爱与感恩。那就是艺术家他已经把他的心境呢，他对宗教的理解都融入到了画作当中。有许多像基督教、天主教啊，这些宗教，他们的教徒、艺术家们都是用艺术，比如说用音乐啊，用绘画啊，来传播他们宗教的一种爱的精神。那么在艺术上呢，其实是达到很高的高度。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跟我们这一句《弟子规》里面所说的“勿畏难，勿轻略”这个原则啊，也都是分不开的。你看他对于每一个细节啊，光线的明暗，它的线条，它的色彩，它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到恰到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母啊，就好像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一样，他的这种慈悲大爱就在画作当中啊流露出来。这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了两幅圣母像。那么这一句课文呢，
我们就学到这里。请大家接着看下面的这一句课文。斗闹场，觉悟进，邪僻事，觉悟问。我们凡事啊，有一些不良的场所，就是很容易发生争吵啊、打斗啊这些不良的场所，比如说是赌博的、色情的场所，所谓是非之地啊，我们要拒绝进入，以免受到不良的影响。这是斗闹场，觉悟进。我们之前有看到啊，在广东有一些在监狱里面服刑的少年犯，那么当时呢，有一些大的老师把《弟子规》带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啊，就是用传统文化当中的孝、爱这些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课程呢，来教导啊监狱当中的这些少年犯。所以很多少年犯啊，学习了《弟子规》之后啊，都非常忏悔，痛哭流涕啊，去把他们以前所做的错事全都讲出来，都忏悔出来。那么其中呢，有很多的少年犯啊，都是因为他们从小家庭父母就不和，比如说是离婚呐，有很多家庭的问题。所以这些年轻的小孩子啊，他们从小呢就到社会上去跟很多不好的朋友天天在一起。那后来呢，他为什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跟他们啊，经常都去出入这些赌博啊、色情啊，或者是去唱歌啊等等的夜总会啊这些场所有关系。在这些场所里面啊，他们接触到很多酒色财气的不良的习气，一直到最后呢，把他们带向了不归路啊。所以说，斗闹场，觉悟进。作为年轻人来讲，他的朋友、他的环境，对他的人格的养成是会有很深的影响。所以呢，年纪轻轻啊，千万不要到这些场所当中去聚会。那么邪僻事，觉悟问呢？有一些邪淫荒诞的事情呢，我们也是要真正去秉觉，不要听他的，不要看他，也不要好奇的去追问他。为什么？圣贤教育是非常重视呢，要培养一个人他心地的清净，因为我们心性都是非常善良的。他没有一个孩子说他出生之后啊，这个什么酒色财气全部都沾染上了哈，不会这样。一个孩子他出生的时候，人之初性本善，在小婴孩的身上呢，你就可以真正的去体会到。但是往往都是因为后天环境的不良的这种熏染，才导致呢他迷失了自己善良的本性。所以包括呢一些邪僻之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你看手机啊、电视啊、电脑啊，这些媒体所传播的有很多都是这些杀盗淫妄啊、暴力色情的讯息。那么所以为什么像雪宫老人啊、师父上人也都提倡啊，我们在学习圣贤教育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电视、电脑，还有一些手机等等上面的这些媒体的资讯呢，让这些年轻人都不要去接触。这个呢是很有道理的啊，不要去关心和了解这些邪僻之事，最多只是看个新闻标题啊，了解一下国家大事，其他的在网络媒体上杀盗淫妄的负面讯息呢，
都要让年轻人，特别是孩子，都要让他避免。关于斗闹场，斗闹场除了是容易发生打斗的这些场所之外呢，也包括比较复杂比较奢华的场所，那么孩子都不要进去。那么其实他会来到这些地方，跟自己的心理空虚没有人生目标是有关系的。再来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孩子他通常啊是比较没有判断力的。比如说他选择什么样的朋友，选择什么样的环境，做什么样的事情才是对他人生有正面的帮助。在这些方面呢，他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呢才会染上这些恶习。再来呢，跟朋友啊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都会有所关联，所以朋友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可能我们有时候出门在外啊，父母啊兄弟没有在身边的时候，往往跟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朋友。那么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当然呢，我们首先是要先完善自己的道德学问，那么自自然然啊就会感召同样善良的人，他就会比较容易感召在一起。恶的人呢，他也都是会去吸引这些恶的朋友。当我们的孩子从小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养成一个非常善良的非常好的一种品德，那么自然呢他一生所感召的朋友呢也都会是啊跟他同样的朋友。所以最重要一点呢，也是要先长养这个孩子他本身的善心，这些善行，比如说这些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这些观念呢，其实作为长辈作为家长啊，从小呢就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用身教言教各个方面呢，让他们真正的建立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一种观念。那么孩子本身呢，他从小学习这个圣贤教育，他就会有一种判断的能力跟智慧，就是什么事情他该做，什么事情他不该做，还有什么朋友他应该要接触接近，什么朋友他应该要远离，他内心啊都有一把尺子。当一个人他都是纯净纯善的一个心情的时候啊，他到这些斗闹的场所呢，他自然啊跟他的心性不相符不相应，他就不会喜欢去这些地方。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因为他内心已经接受了儒释道圣贤教育的熏陶，所以他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行为所做的，全都是善的啊。你把他放到一个不善的环境里面呢，他对这个环境的磁场他就会很敏感，自然会敬而远之。一个人从小他培养一个非常纯净纯善的一种心境，同时呢他能够去真正感召一些和他心性相同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啊，这样呢他的人生啊也就会避免呢走向很多的误区。在我们中国人的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你看很多圣哲之人，其实呢他们所处的都是乱世，比如说像孔老夫子，比如说像文天祥，他们在这个乱世当中他都能够做到保持自己的节操自己的品德而屹立不摇。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心中啊
把做人的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放在心中。所以这是从小就把德行的根本扎好了，善恶的根基扎稳了。到他年纪大的时候啊，自自然然他的人生的方向就不会有所偏失。他做任何事情呢，他就有一个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孩子他会交到不好的朋友，会遇到不好的环境呢，其实根源呢，还是在于他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评判是非善恶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他从小没有在扎德行的根基的时候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么有的时候他人生遇到一些不好的缘，可能呢就会误入歧途。所以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就是要让孩子从小啊把德行的根都扎好，这样呢他就不会去接触不好的朋友，同样的他也不会呢去接触混乱的一些环境。所以在教育上面，确实呢作为父母作为老师就要有这样的一种敏感度。所谓近于未发之未愈啊，就是当一个孩子他还没有真正养成，还没有染上这些坏习惯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作为父母作为老师就应该懂得要制止。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呢、啊。有些不好的习惯他小时候你没有把它导正过来，没有去预防，那么等他长大的时候啊，你要让他再去导正就比较难。而关于这个孩子的是非观念呢、啊，有学过《弟子规》学过圣贤教育的孩子哦，他特别容易呢把这个观念呢建立起来。在之前蔡老师也有提到呢，当时他们有问孩子一个问题，有孩子在学习经典的时候啊，老师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好心，什么是坏心，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结果这个孩子呢，他们啊回答的就是，小朋友他们学习经典只有一两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已经有非常好的判断力，知道什么是善恶，什么是是非对错。所以他们就说，比如说一个东西自己想要，可是别人想要的时候我能够让给别人，这个是好心，这就建立了一个礼让的态度。那么还有小朋友说，能够孝顺父母，上课专心，对人恭敬，这是好心。所以你看这个孝跟敬是德行的大根大本。因此呢，蔡老师也谈到啊，他用一个比喻跟学生说啊，我们在有一些电视里面可以看到，在南北极可以看到很多的冰山，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冰山呢、啊，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冰山的 95% 有的是在海底之下没有开发出来。所以其实一个人的潜能啊，就跟这座冰山一样，大部分都埋没在下面，真正显露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可是如何能够把这个 95% 的部分把它开发出来呢？那么当时蔡老师跟这些学生们讲啊，就是两把钥匙就能够开发我们无限的潜能。第一把钥匙就是孝顺，第二把钥匙就是礼貌。而这个礼貌它的本质其实呢就是恭敬之心。所以我们看到古时候这些古圣先王，像大舜，你看他就是因为他有孝心，他是个大孝子，他能够开启自己人生的智慧，而且最终啊有能力啊可以治国平天下。再来呢就是礼貌跟
恭敬。那么有了这两把钥匙呢，我们人生的许许多多的潜能都能够开发出来。这个学生就有提到，孝顺父母，上课专心，像这些都是好心，还有落实孝经，这也是好心，还有小朋友说有智慧的心，做好事的心等等，懂道理的心，像这些都是好心。那么接着问小朋友说，什么是恶，什么是坏心呢？那么小朋友就说，比如说不帮助别人，欺骗别人，浪费物品，这都是坏心。又比如说侮辱别人，不为别人着想，或者是忘恩负义，这些都是坏心。又比如说记仇，小气，或者是没有爱心，没有慈悲心，这些都是坏心。所以孩子可以举出很多，又比如说怕吃苦，或者是言行不一，或者是不孝父母，还有说没有做到弟子规，这是坏心。另外说己所不欲施于人是坏心，或者是高声喧哗打扰别人，这是坏心。这些学习弟子规的孩子，他心里其实已经无形当中，你给他立下了一个是非善恶的一把尺子，所以在他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他就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因为对于这个是非对错呢，他从小就建立了一个正确的观念。邪僻是觉悟问，对于这些偏邪下流的事情不要去过问，这是会染污我们清净的心灵。因此像对于孩子他们所接触的人，所接触的环境，乃至于接触的电视，报章媒体这些资讯呢，作为父母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要慎于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带领孩子，都能够倡导一种非常健康的娱乐的方式。所以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真正是把斗闹场觉悟进，邪僻是觉悟问，这个方面呢，都切切实实在生活当中，有效的落实。这样呢，我们能够保护孩子他幼小的清净的心灵，对于他接受圣贤教育呢，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在养正仪规当中，也有一段文记载，所谓是一齐重修，这是陆清献公他写了这个文章，刚好呢他要外出远行，那他觉得孩子家里的孩子，还非常的小，最重要的是孩子的父母还有老师呢，都要能够好好的来教导自己的儿女。作为父亲呢，他当时要远行，离开的时候很匆忙，有一些话呢，他还没有跟老师、跟家人还有孩子交代清楚，所以他就特别又写了这段文来讲他关于教育儿女的智慧跟经验，他写在里面。那么他在出门的路上，坐在船上，他细细的想所谓一齐重修这个意思。什么叫一齐重修呢？也叫一父重修。一个人在教诲的时候，比如说父母老师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在旁边，打岔，在那里喧扰，他的学习受到了一些干扰，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或者也可以指说这个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很大。所以陆清献公他当时就觉得这个一齐重修，这个修字，他的状况呢是非常多方面的，
所以他越想呢，越觉得问题严重，对于儿女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影响。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他接触到不好的朋友啊，朋友他不一定说有意的要引诱他去做一些杀盗淫妄的坏事，可是呢，你经常沾染这些习气，不好的习气，经常跟这些有不良习气的人在一起，那慢慢的还是会受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亲戚朋友来的时候，那么这些亲戚朋友呢，可能他们习惯很不好，比如说说话很大声，讲话很难听，很粗鲁，说一些恶语恶言，或者是他们举止动作特别的轻率，非常的不符合礼的要求。那么孩子在旁边，他没有判断力，他听到耳朵里，看到眼里啊，陆钦献公就说啊，这个就是他的终身毒药。那也就是说，父母老师在保护孩子，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给他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学习环境是特别重要的。一旦让他接触到不良的人，他其实不用特别去引诱孩子做什么坏事，有的时候只是他讲一些话呀，做一些动作啊，那么孩子可能就跟着去效法了。比如说勿积聚勿摇臂，可能小孩子看到大人又在抽烟喝酒啊，那个腿啊又张得很开，坐在那里那腿还一直抖，看到这个动作，那可能小朋友在旁边他模仿力特别强，可能他马上啊就会学到。好的学的慢哦，不好的习气学的是特别的快。陆钦献公在这里谈到，有心之秀犹有限呢，他有意的去把你教坏，这种几率还不是很多，可是无心之秀最无穷。孩子无意当中所看到的，所学到的，这个是防不胜防的。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真的是太难避免了。我记得有一位法国的妈妈，她也跟我们反映，她说因为在欧洲的社会啊，就是说现在他们都是比较开放的这种思想啊，穿的衣服啊什么的，平常在外面走在街头上，可能很多广告啊，模特穿的那个衣服啊，都是穿的很少很暴露的广告，都在车上啊，在这个报章杂志亭上面啊，到处都能看到。所以小朋友啊，他学得很快，他一看这大人都是这样子，自然他要穿的衣服他都会穿的很暴露的衣服。那么小的时候可能母亲还能管得住啊，等到年纪稍微大了，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啊，他穿什么衣服，去吃什么东西，这些生活上的事情父母亲管不着的时候啊，那么他受到社会的影响就很大啊。所以有一个妈妈她就很担心呢，就说在这个社会里面啊，有时候要保护孩子的亲近心呢，作为母亲这个责任就特别的重，觉得特别的难。历史上孟母三迁呢，都是要给孩子选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环境，这是对一个孩子特别负责任的体现。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庄岳，庄岳这是齐国首都临淄两个街里的名字，也就是说它是特别繁华特别热闹的一个地方。然庄岳事不易得，为是以其人之辞言义正，能使众修辟易，望风而靡，则潇湘于孟尽成庄岳矣。陆钦献公你看他连出门在外的时候啊，都念念不忘想着自己家里的孩子的教育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父亲应该有的态度，也是希望所有的父母跟老师都能够一起来配合，给孩子的成长创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那么让呢
这些可能染污他心性的不良习气，这些缘呢，尽量断掉。那么让他可以呢，眼睛所看，耳朵所听的，全都是思无邪的，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正能量的这些讯息，这样孩子的成长呢，才能够给他的德行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东汉末年卢植他的故事。卢植啊，他的风范，他的言行呢，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卢植他生活在东汉末年，表字是子干。而卢植这个人，他做人是非常的刚毅，很有气节。他曾经当过马融的学生啊，那我们知道马融是一代大儒啊，他教导过卢植，也教导过郑玄。这些学生呢，在学问跟德行的方面呢，都是特别有成就的。可是马融这个人，他官位啊做得很高，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啊。他在教书的时候啊，因为他也比较喜欢享受，他家里啊就会有很多的奏乐的、演奏音乐的女子啊，他安排他们呢，就在他讲课的地方的旁边，让他们一边奏乐啊，他就一边来教书，然后中间呢就垂一个帘子。可是我们想想看啊，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啊，他怎么能够挡得住诱惑啊？就老师教书的时候，学生偷偷的往里面看上几眼，这都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有美丽的女子在里面奏乐啊，可能有的学生都不好好专心听课，这个没事就往里面看几眼。可是只有卢植啊，跟着马融求学多年啊，从来没有往里面这些女子身上看上一眼。那么马融就观察到这个学生他很有气节啊，很有德行，对于这个学生啊，他也自然恭敬有加，礼遇有加。当时权臣董卓啊，他经常呢把大臣们聚集起来，他们是谋划呀，要废掉汉少帝刘辩，他们要立陈留王刘协。董卓当时呢都在谋划叛乱的事情。那么当时这个朝中很多人，因为他都畏惧董卓的权势啊，所以都是唯唯诺诺的在旁边啊，不敢说话。而只有卢植，他这个人生性就是非常刚正不阿，所以他就出来表示反对。那么卢植他的德行呢，连一代枭雄曹操啊都对他很佩服。曹操他就曾经称赞卢植啊，说他的声名是张著于四海之内啊，他的学问可以做儒家的宗师，他是读书人的模范，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而这个蜀汉的刘备，三国时期的刘备啊，他早年在贫贱的时候呢，他也曾经拜卢植为师。古时候的这个好老师啊，他不但是学问做得好，最重要的是他的身教啊特别的好。在马融的麾下这么多年求学啊，马融在家里面找女子来奏乐啊，一边奏乐啊他一边讲学呢。这么多年来，卢植从来没有看这些美女一眼呢，一眼都没看过。连马融都很佩服这个学生，确实是德行上面特别有成就。学问上就更不用说了，后来马融呢也一起曾经在东关校刊很多经典，续写汉记。他最后过世的时候，人们看他留下来的这些著作啊，
它有注解尚书的章句、三里解孤等等。所以在北宋的时候呢，被追封为梁乡伯，这是马融的学生，是郑玄的同门的同学。过去他曾经当过九江和庐江的太守，也曾经平定过蛮族的叛乱，为国家啊，确实是做了很多贡献。那么最重要的，他是在文化上，在经典上啊，留下了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些注解。这是卢植的故事。在《礼记》当中谈到，礼呢，它是定亲疏，绝嫌疑，别同意，明是非的。这礼的作用确实是非常的广大。像我们学习《弟子规》，包括学习《常理举要》，这些经文呢，其实啊，都是从《论语》啊，从《礼记》经文以及它的精神当中所编定而成的。所以我们学习弟子规啊，学习常理举要这些蒙学的经典呢，它里面的内容所反映的都是这些四书五经十三经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原理原则。所以这里谈到礼的作用呢，它是来确定人和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并且断定疑难事情的恰当的做法，分别尊卑地位的同意，明辨是非对错。学习理，对于一个事情它的是非对错啊，我们就会有正确的判断。所以一个社会当它有理的时候，以礼乐来治国的时候啊，社会就能够有秩序，人人就能够有规矩。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讲一则，也是啊，读书人的好榜样啊。这是东汉灵帝的时候，在汉朝有一个读书人管宁，他和华歆呢是非常好的朋友啊，两个人常常在一起。就有一次呢，管宁和华歆他们一起啊，在院子里面去锄地，突然就挖到了一块金子。当时管宁呢，挖到黄金呢，就像没看到一样，他还继续耕地。可是华歆一看，哇，这可是金子哎，非常值钱的。他马上啊，把这金子就捡起来，然后呢，再丢在旁边。不久之后，有一天呢，管宁和华歆还是一起在读书。结果突然呢，有一个官员，他坐着轿子啊，从他们的门前经过。管宁呢，他就继续在那里读书，而华歆啊，忍不住就放下他的书本啊，就跑去外面看一看。高官厚禄啊，真的是让人好羡慕啊，他脸上啊，就有一种很羡慕的一个表情。结果管宁看到华歆这些所作所为，所以他觉得呢，这个朋友啊，并不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于是呢，他就割断了坐着的席子，然后啊，跟这个华歆说呢，从今天开始啊，你不再是我的朋友啊。这段故事是记载在《世说新语》当中。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呢，其实一个人他的德行的好坏啊，也都是从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可以体现出来。就是说一个人当他看到财色名利现前的时候，他会不会起心动念，这个呢是勘验一个人的德行的功夫。管宁他之所以觉得这个朋友啊不值得交往，是因为呢后面会学到能亲人无限好，得日尽过日少，不亲人无限害，小人尽百事坏。当我们的德行根基还不是很稳固的时候呢，我们接触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朋友该交往，什么朋友不该交往，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心中就要有一把尺。
好，我们常常能够跟德行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呢，那我们自己的德行自然呢，也能够得到增长啊。可是呢，如果接触和交往的是一个非常羡慕这些财色名利、贪着财色名利的这些人呢，那么我们自己德行还不稳固的时候啊，还是要敬而远之。这是古人用他的身教啊，来教给我们善恶是非的标准啊。刚刚谈到啊，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引导他从事一个健康的娱乐是非常重要的。对身心有帮助的娱乐呢，对于孩子来说，他就从小所谓是寓教于乐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看的这个电视电影都是很有正能量的，都是孝悌忠信、教导伦理道德的这些内容，那么孩子呢，他自然很欢喜啊，能够接受，这是对他身心特别有帮助的娱乐的节目。那比如说有一些活动啊，像去爬山呐、去露营，给他生活的一些历练等等的，让他在接触大自然的过程当中呢，去培养起啊真诚的爱心，以及呢他对于意志力方面的这种锻炼，那么其实也都是在这些有益的活动当中啊，让孩子可以得到很好的成长。这些方面呢，作为父母确实都要啊用心的来培养孩子的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古人，特别是在中国人，师父上人也特别强调啊，所有的一切的文艺娱乐，在中国古人来说，它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绝对的标准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思无邪。弟子规经文，邪僻事绝勿问。孔老夫子对治这个邪僻事呢，所用的方法就是思无邪。包括在这些艺术啊载体当中，它的内容完全都是思无邪的内容。所以无论是歌舞也好啊，戏剧也好，美术也好，音乐也好，这是我们现在讲的艺术的表达方式啊，它都不能够违背思无邪的原则。所以之前我们常常会去看一些很有正能量的演出，比如说像京剧。之前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啊，在北京啊也是有很多的国粹啊，在一些京剧院呢、都可以去看到。像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学古典文献专业的过程当中呢，除了专业课之外，学校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去修一些艺术类的学分，那么选修一些非专业课，但是呢，它跟我们的专业啊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那时候选了很多很好的课。比如说是中国美术史，那我们的老师白薇教授，白色的白，巍峨的巍，像白薇老师，他就会把从古到今的这个中国美术史当中这些名画一幅一幅的讲解给我们听。所以我们欣赏这个艺术的时候啊，在里面啊都学到了很多的人生的经验、做人的道理，还有艺术家的品格等等，好，是非常好的这些课程。那么后来呢，我还选过一门中国戏曲史。中国有很多很好的艺术种类，各种戏剧啊、杂技啊，还有一些说唱艺术啊，很多在这个时代慢慢的啊，随着时代的这个演进呢，很多传统的艺术真的都是要面临失传呢。就是学习的人呢越来越少，
但是这些艺术形式啊，它从古到今所表达的这些内容，真的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非常好的历史故事啊，或者唱段啊。所以欣赏这些艺术啊，就是可以陶冶人的性情，确实都是很有正能量的。所以我们那个课上的很有意思哦，就是老师他会请各个不同艺术形式的表演艺术家到我们课堂上，每一节课介绍一种，然后就请表演艺术家呢来演唱啊，或者来演奏。我记得当时包括像北京的单弦儿、河南的梆子，这些地方的艺术都有请老师们来给我们表演啊。在北京的时候，有很多的外国的友人啊，其实来到北京都喜欢去看这些老北京的这些节目，京剧也好啊，去老舍茶馆听说书啊、单弦儿啊这些艺术形式啊，这是外国人都特别喜欢哦。这些都是一些国粹，这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传统艺术。其实师父上人也很希望把这些艺术啊都能够保存下来，真正的去建立一个老人乐园。那一年365天啊，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每一种节目啊，每天都上演不同的节目，那么就让老人的晚年啊生活得特别幸福，特别快乐。这个呢是师父上人的一个愿望理想。古时候这些艺术形式啊，它内容都是道德的教育，甚至于有一些包括因果的教育都在其中。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京剧的段子，它的故事本身啊，就是因果轮回啊，这些道理，有一些道家的，让人们能够看破功名富贵啊，这些内容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教学的德目啊，都是在娱乐的艺术里面去显示出因缘果报的理论跟事实。所谓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所以你看古时候这些文艺娱乐，它都是属于社会教育。因为过去的学校不是很发达，所以很多人其实他是没有机会到学校去接受教育的。能够真正去上学啊，求取功名，在我们中国幅员广大的地方啊，这个人数还算是比较少的。士农工商啊，有的是农民啊，有的是工人啊，他不一定有机会到学校去读书。而广大的群众他怎么样去培养一个正确的道德观念呢？怎么会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呢？他都是从这些诗歌啊、音乐啊、舞蹈、戏剧当中去学来的。这里面可真的是有大学问。包括师父上也常常跟我们谈到啊，在抗战的年代啊，因为没有学可以上，天天在逃难呢、啊。那么他是怎么学会文言文的呢？其实都是读的章回小说，就是看的《红楼梦》啊、《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这些章回小说啊，一遍一遍的看。对于文言文，通过学习章回小说啊，也掌握了。那么同时呢，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人生的道理、历史的经验啊，也潜移默化的掌握了、学会了，是这么学会文言文的。特别是在乡下，在我们小时候都还有经历过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在乡下也是经常会看到在街上会演戏啊，所以乡下人他们懂得孝悌忠信，不是从学校当中学来的，而是年节节庆啊，这些日子都会演戏，在乡村里面会演戏，都是从戏剧的表演当中学来的。所以当年啊，就是写这些剧本、演这些戏剧的人，
都是真正的非常懂得教育的人。所以他在戏剧里面把善恶因果，把这些伦理道德都融入其中。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不同了，现在社会电视啊、电影啊、网络啊所教的几乎呢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就没有思无邪的这个观念，教人很多邪知、邪见、邪行。那么当然这个不善的因呢，会带来不善的果报，到果报现前的时候是后悔莫及啊。所以我们看看中国这数千年的历史当中，二十四史啊，中国人留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的记载。那么你仔细去看呢，在历史当中啊，就能够看到因果报应的记录，伦理道德的精神，从个人到国家到民族，他的吉凶祸福、兴亡循环的相续啊，这里面呢，都是给我们人的一生，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所以这个思无邪这个原则呢，可以说是从古到今呢，我们的古人都非常认真地遵循这个原则。那么去年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在法国巴黎教科文组织曾经参加过一场很特别的晚会。在这个晚会上呢，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大使嘉宾们啊来参与。而这个晚会所演的节目是什么呢？所演的节目啊，就是中国传统的京剧，还有古琴的表演，再加上呢法国当地的魔术的表演。所以这个演出的节目啊，都是特别有正能量，吸引了很多的大使嘉宾们都来一起观赏。其中我们记得呢，京剧的曲目就有包括赵氏孤儿、三娘教子，还有打龙袍。我们看像这些曲目啊，它的内容都是教我们孝悌忠信，都是教这些伦理道德的哈，非常的好。所以像我们中国传统的艺术啊，在海外啊特别受欢迎，大家都是觉得喜闻乐见呢、啊，真正是可以体现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精神跟传统的艺术。所以那个晚会呢，大家也是特别有印象，特别难忘。这句经文邪僻是觉悟问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大家接着看下面这句课文，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生必扬。这句课文呢，是教导我们说啊，我们要进入别人的家之前，应该要先问一问啊，有没有人在家啊。如果我们去敲门的时候主人没有回应，我们就不能够非常冒失地跑进去。将上堂生必扬，进到别人家的客厅之前，要提高声音来询问，或者说要有一点声音，让屋里的人知道说啊，有人要来了。好，不然有时候我们悄悄地进去，主人在里面没有防备啊，好，有时候一抬头被我们吓一跳，怎么突然又进来人了，就很失礼了哈。我们进人家的房间也是这样，一定要敲门，否则我们进去特别莽撞啊，
那人家衣服可能都不一定穿得很整齐，你没有给人家一点准备的时间哈，对方可能会觉得特别无礼，或者是刚好人家在屋里正在数钱，或者有一些东西就不适合让外人看见的。那这时候你不声不响的就溜进去了，这就是非常的无礼。所以进人家的房间一定要敲了门，人家允许了再进去。那么我们说礼呀，确确实实这是人与人之间最为优美的距离。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的过程当中，都非常重视守礼的话呀，我们跟人相处起来就特别的舒服。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唐突，所以这个"阳生必阳"呢，这是高升的意思。我们能够注重礼呀，表示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对人处处都能够升起一种恭敬的心，为人着想的心，而不会啊随意的去惊扰到别人。所以恭敬呢，比如说我们要进到房间之前，一定要问说有人在吗？进到人家的家里，将要进到客厅的时候，我们这个声音呢，也应该让里面的人能够听得到。在照顾长辈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有客人要来了。那么客人到的时候，他可能先在客厅的外面，或者是先在办公室那边等着。那么我们就要先过来看看长辈啊，是不是已经穿好衣服、做好准备了？啊，如果这些准备工作都就绪的时候，那我们再去客厅的外面或者办公室这里啊，把客人呢，再接过来。这都是一种礼呀，啊，不然你突然冒冒失失的闯进来。那可能人家在里面衣服还没有穿好，或者是还不太方便见客人。我们在其中啊，要去看到说长辈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们晚辈呢就应该啊先去跟客人好好打个招呼，寒暄问候一下。特别是如果客人也是长辈呢，那么我们呢先跟长辈说说话，问一下他最近的身体好不好啊？关心问候一下，把这个时间延缓，让长辈啊有足够的时间在里面可以做好准备，然后我们再把客人带进来。那这都是接待的时候要注意的这种礼节。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也是古时候的一个故事，叫母狮指驴。这是周朝时候啊，在鲁国有一位寡母。那么这个母亲呢，她生了9个儿子，这9个儿子啊，也全都啊娶妻生子了。那么换句话说，她家里呢有9个儿子，还有9个儿媳妇。而这个鲁国的这位母亲呢，她是一位非常贤德的妇人。在腊月的时候，中国人在腊月时候都有习惯要祭拜祖先，祭拜天地神明，祭拜祖先呐。所以在腊月的时候呢，鲁国的这位母亲呢，她在家里祭祀完毕之后呢，她要回到自己的娘家去看望一下家人，于是呢，她就跟家里的这些儿媳妇啊都约定好了，临走之前，她就嘱咐儿媳妇呢，要把家里的门户啊都要看守好，特别是腊月的时候啊，因为可能家里的事情也比较多，这个时候啊，更是要格外谨慎。啊，每天早晚啊，啊，门窗让这些媳妇儿啊
都要注意啊。早上把它打开，到晚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它关好。我们看这个母亲呢、是很负责任的哈。他即使不交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儿媳妇一定也会做得很好。但是这母亲呢，她因为对家里的家教啊特别严，管教得很严，所以呢临走之前还特别嘱咐媳妇啊要多加警惕，注意安全。那可能平常心呢、都是母亲呢在操的啊，所以她要走之前呢也特别的嘱咐。那并且呢他跟儿媳妇约好了，说呢我晚上啊就会回来，到了傍晚就会回来。可是那天呢天气不太好，是阴天。他回到娘家去看望了一下之后呢，回来啦就比较早了一点。因为之前他跟媳妇约好了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啊才会回到家里。那怎么办呢？他回来的早了，这个母亲呢他就停在驴门外。古时候25家为一驴，像我们现在说算是一个小村落了。他就停在村子外面啊，一直等到啊跟他媳妇约好的时间才回到家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呢他跟家里媳妇们已经约好了，所以他晚一点啊才会回来。那我们知道在腊月的期间呢，因为大家都祭祀完毕之后啊，其实这是过年过节的时间啊，所以这些孩子啊他们在家里面可能吃的酒足饭饱啊，在一些礼节上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周到。那么因为他家里的人都是想着这母亲是很晚才会回来，虽然母亲回来早了，可是他如果突然间就跑回家里，可能刚好家里的这个儿子媳妇啊吃的酒足饭饱的，那么这时候就有一点失礼失态了。所以母亲呢就想到这一点，不要趁人不备的时候回到家里哈，所以啊他就在外面等着，一直等到啊他跟媳妇约好的这个时间，到了傍晚晚上的时候呢他才回到家。鲁国的大夫在台上就看到这个母亲呢一直在村外等着，好，他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就派人呢到他们家里面啊去看一看。就发现呢这一家啊就是被这位母亲管理的井井有条的，家里管理的特别的好。鲁国的大夫呢于是就去了解他的实际的情况之后啊，对这位母亲特别的佩服，于是就把他推荐给了穆公。穆公呢就请他进到宫廷当中啊去教导宫廷的妇人，所以呢我们称他为母师，就是说他在宫里啊是嫔妃们的老师。那么蔡振深先生评论说，你看他年纪这么大了，回到娘家去看望家人，回来的时候呢比他之前约定的时间稍微早一点，他不想要马上的回到家里，就是趁人不备嘛，这个时候突然回来，那可能媳妇儿子都吃得正高兴，过年过节了，难免大家都在那里吃年夜饭啊，或者是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这时候你母亲突然回来，可能全家人都很紧张啊，因为你没有提前说我要早一点到，所以他不想趁家人不备的时候回到家里，所以他就停到村子外面，到了傍晚才回来。所以刘向呢对于这位鲁国的母亲呢非常的赞叹，就说这个母亲呢她的身教做得特别好，你看她的严谨以及她的守信，虽然她的年纪很大了，但是她跟年轻人跟晚辈约定好的时间她也一点啊
都不会马虎啊，还是信守他的承诺跟时间呢，到了时间才回到家里。那古时候这些贤德的母亲是非常多的哈，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像孟子的母亲，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贤德的母亲。当时呢，在孟子的家里啊，其实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这是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生必阳，我们也稍带的举孟子的故事来解释这句课文。就是有一天呢，天气非常热，那么孟子呢，他刚好准备要走到自己的房间，结果他进到房间一抬头啊，突然看到他的太太妻子尤氏呢，他上衣的袖子啊把它挽起来，因为很热嘛，所以两只手臂就露在外面。这个古人的衣服啊，它的袖子啊都比较长，都是会把这个手臂全都遮起来。所以当时呢，孟子走进房间的时候，突然看到他的太太呢，两个手臂都露在外面。那因为我们知道孔孟学说的这些传人弟子们，他们都特别重视礼仪啊，这是夫子所教导的。所以孟子觉得他的太太这样子把上衣的袖子挽起来啊，感觉呢这样很不庄重，很没有威仪，所以他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他就停住脚步没有走到房间里面啊。他的夫人尤氏看到孟子没有进入房间，就知道他的想法，知道他的意思，于是呢他就跑到他婆婆那里去说啊，妇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看见丈夫，本来是不应该行宾客的礼节，可是现在呢，我的丈夫却用宾客的礼节来要求我，这是说明我做得不好，才让我的丈夫把我当成宾客来看待。那妇人家做客是不能够留下来过夜的，所以我现在只好跟您告别，回到我的爹娘那里去。那这是儿媳妇来告状了。那么作为婆婆啊，也就是孟子的母亲呢，是长氏。母亲听完了儿媳妇的话呢，她立刻把自己的儿子叫过来。于是孟子呢，就快步的来到母亲的面前，问母亲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于是孟子的母亲呢，就教导他说啊，在《礼记》当中讲，所谓将上堂生必阳，你要走上厅堂的时候啊，你声音一定要高一点，这样好让里面的人知道有人进来了，他有所准备。那么如果你将要走进房间的时候，因为古时候的房间都有门槛，门上都有门槛，你迈过这个门槛门线的时候啊，眼睛一定要往下看，以避免看到别人有什么疏漏或者过失而让人感到很尴尬。因为里面的人不知道你进来了，那可能他的衣服没穿好啊，或者是桌上有些东西摆得有点乱，还没收拾好等等的，你让人家没有准备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你就悄无声息地走进来，那这样人家就会很尴尬。所以你进到门的时候啊，眼睛先下看，先不要整屋子这样子到处乱看，不然就会让人觉得很尴尬哦。所以孟子的母亲教导他说啊，现在你自己对于礼还没有搞清楚就去责备人家，你这不就是违背了礼的精神吗？于是听了母亲的教诲，孟子就知道说，哦，原来自己啊做错了，对于礼的内涵没有真正的了解。于是呢，他深深地感恩母亲对他的教诲和帮助，及时地指正了他的过失，让他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么他现在知道自己在这个事情上呢做错了，所以一定要认真地反省改过，让母亲呢能够放心。
当然呢，他也跟他的夫人跟他的太太呢表示说，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做错了。大家很熟悉孟母三迁的故事哈，那么这个呢是孟母到了孟子已经娶妻已经有了家室的时候啊，在一些生活的问题上还是用礼来教导自己的儿子。所以母亲就谈到这个礼呀、将上堂生必扬，这就是怕说惊扰到啊屋里的人，而将入户势必下，一进到屋子里你眼睛要往下看，就是怕见到人家的一些过错或者过失啊。所以母亲也是用这个礼来教导孟子。我们在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生必扬经文当中啊，这是特别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去了别人家里啊，如果人家不在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喊一下有人在吗？绝对不能够在别人不在家的时候自己可能就跑到人家屋里面去转上一圈，这都是要特别谨慎。好，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常理举要》里面的这句话，瓜田不纳履，礼下不整冠，就是生活当中很多的方面我们都要注意，要能够避嫌，否则的话你这个时候刚好进到人家屋里，刚好人家家里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一走进来刚好又碰到我们，这个时候你真是有理也说不清了，这就很麻烦。所以很多事情啊，要重视这个理，要注意避嫌。人的一生如果都能够注重自己的这些名节和信誉的时候啊，那么很多的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就能够啊在我们谨慎小心的态度当中啊避免很多的过失。那么下一句经文，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那么如果我们进到里面的时候，屋里的人问我们说是谁呀，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回答呀？你如果说是我啊，那人家搞不清楚你这个我到底是谁呀。我们要把自己的名字报上来，而不能说啊是我啊，人家就分不清楚这到底是谁进来了啊。包括打电话交谈也是这样子，你看你一打电话，你好，我是某某某，先把自己的名字报上来，人家就知道这是谁打的。但是有人接电话，现在有的人不懂礼，一打电话说请问你是谁呀，他说是我呀，你不知道吗？你把我忘了吗？那可能对方还在处理事情哈，正在专心做事，让他这样一折腾心里也很紧张，哎，想半天又想不起来这到底是谁啊，就特别失礼。那如果我们电话打过去说你好，我是某某某，请问你现在讲话方便吗？啊，你看处处替人着想，就让人觉得很舒服。吾与我不分明，这些细微之处我们都要特别的去提醒，特别的去注意。包括我们像给人家打电话去拜访人家的时候，也都要注意对方的时间，特别是我们现在都有时差啊，有时候你突然一个事情想起来，那打过去人家刚好是三更半夜的时候，这就非常不礼貌。所以很多时候啊，在一些细节上都要替别人着想，替对方着想，能替人着想真的是啊人生的第一等的学问。否则呢，我们大家没有这种时间的观念啊，没有理的观念，时时刻刻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很多事情呢就很容易啊会影响到别人，伤害到别人，这样呢就会造成很不好的一些影响。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一节课呢我们还继续啊学习这一段的经文。